有一台晚会叫《向祖国报告》，是专门为今年七一纪念党的生日而组织的。晚会中讲述的许多故事让很多人为之震撼，让很多人为之动容。我也是当时的观众，但是直到今天，站在台中央的那位军人和那位身穿儿子生前军装的老兵的形象，以及他们在场说的每一句话，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和感动不已。向祖国报告。震后13分钟，军队全面启动应急机制，出动138000名解放军武警官兵和7万余名民兵预备人员，拉网式的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在千千万万个冲进灾区的绿色大军中，有一杆旗帜格外的引人注目，请看大屏幕。5月13日凌晨1:52，在汶川地震发生11个半小时之后，千里之外的济南军区某红军师接到开赴四川抗震救灾的命令，万余名官兵紧急集结，从空中、从铁路、从公路向灾区疾驰。铁军来了，这支曾为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和秋收起义中的工农红军，如今在抗震救灾中再显身手。有请济南军区某铁军师师长杨建和烈士武文兵的父亲武忠林，有请二位。现在就让我们请出英雄的师长和英雄的父亲，以及见证英雄铁军的嘉宾上场。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想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战友们可能看到了，在这个晚会现场，我们英雄的师长和英雄的父亲已经出现在晚会的现场。但是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这位老人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一起来回答我。武文斌。武文斌。那大家知道不知道武文斌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的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士官。非常棒。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士官、各位战友，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你们怎么理解士官这个称呼？士官这个称呼的分量，谁来跟我说一说？是祖国新一代士兵的象征，是军人的主体。嗯，是军人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有哪位来告诉我？士官不光是我们军队技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士兵队伍中的排头兵。回答完毕。铁军来了。这支素有铁军之称的济南军区某红军师，是从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铁心跟党走，一切为人民，是他们在8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坚定不移和发扬光大的传统。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铁军紧急集结万余名官兵，肩扛大旗，身背行囊，直接奔赴四川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抗震救灾。震中汶川的公路断了，通讯断了，电力供应也已全部失去了保障。铁军乘坐的机动车无法在山路上通行，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营救被灾情威胁着的生命，他们一声令下，不畏艰险，开始了千里徒步大奔袭，让受困的群众看到希望的绿色，让痛苦中的百姓感到温暖的红色。师长杨建率领铁军官兵，冒着不断滚落的山石，冒着余震的危险，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从都江堰到汶川，从澧县到茂县，铁军的旗帜一路飘扬。杨师长，我们前方的记者说，在抗震救灾一线啊，到处都能看到咱们铁军打出的“铁军来了”这样的标语，或者竖起这样的大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铁军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个英雄部队。
我们的铁军的这些战士、这些官兵们一向都是冲锋在前，这个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奉献着。那这次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这个现场，是到处都举起这个铁军来了这样的大旗，是不是显得有些张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打出这面旗帜，我们就是想要让灾区人民充分地感受到有党在，有人民军队在，灾区人民就有依靠，有希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铁军历经81年的征战了，历经战役战斗3000多次，无一败绩，应该说是赢得了铁军的威名。从我们铁军走出来的将帅有340多位，其中共和国的元帅有5位，大将有7位，应当说铁军它就是力量和胜利的象征。所以打出这面旗帜来啊，就是要想给灾区人民以力量和信心啊。第三点呢，就是打出这面旗帜来，也是进一步的激励新一代的铁军官兵，要大力发扬我军的这个优良传统，也就是听堂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激励我们的官兵在抗震救灾的这场斗争当中啊，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刚才听到师长的这个介绍当中，让我读出了一种铁军的精神。那您能用简短的话语告诉我，铁军精神是什么？铁军精神呢，浓缩起来就是5句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铁精神啊，也就是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和铁的作风。这个五铁精神呢，是历代铁军人用自己的行动总结出来的，应该说这五铁精神呢是我们的传家宝。那师长，我们都知道武文兵是你的兵，那你觉得在文兵身上体现了铁军的什么精神？在文兵的精神身上啊，应当说是五铁精神呢，在他身上都有全面的体现。他主要体现哪呢？第一，体现铁的信念上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这次参加抗震抢险，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交纳一个特殊党费，支援灾区建设，帮助灾区人民解决困苦。那么就是你是党员，你就交特殊党费；你不是党员，你可以不交。但是武文兵他现在还不是党员，家庭情况又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动交出了200块钱作为特殊党费。他说我不是党员，但是我是入党积极分子，那个我把我自己当做一个党员来看待，来对待。就从这一点上来看，武文兵对党的忠诚、对党的热爱，他是由衷的。这种这个铁的信念，在他身上是得到集中体现的。6月18日，炮兵指挥连26岁的年轻士官武文兵倒在了铁军的旗帜下。这天凌晨，在灾区奋战了32天的武文斌因过度疲劳牺牲在为都江堰灾区群众搭建活动板房的现场，留下的是他与战友搭建的1800多顶帐篷和40多车的板材。武文斌牺牲的消息感动了10里8乡的群众，乡亲们涌向为烈士设立的小小灵堂，悼念的队伍排出了好几里，祭奠的花圈码放了好几排，附近的花圈脱销了，群众甚至要从成都买花圈运来，驻地的花圈卖完了，乡亲们采来了山上的野花、松枝和香草。这位牺牲在和平年代的战士，用鲜血把铁军的旗帜染得更红更艳。的确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士官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分量，这就是一个士官的分量在英雄史册当中的记录。来，这位战友，我刚才看到你看我们播放的这个短片的时候也热泪盈眶，那现在你想说点什么？我想对我老婆说几句。好，可以。我老婆，虽然您的儿子已经牺牲了，但是我们在
我们在座的所有士官都是您儿子，请您放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会向您儿子学习他那种为祖国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作风。的确是这样，吴老伯，我们现场的这些所有的士兵们都愿做您的儿子，做您的女儿，来完成文斌生前没有完成的英雄的遗愿。我想对吴老伯说两句话。吴老伯，虽然英雄走了，但是英雄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发扬英雄的这种精神，继续做好我们本职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军人，请吴老伯放心。好，吴老伯，您还记得当时给这个文斌起名字的时候是谁给起的？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我起的。嗯，是您给起的。对。那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为啥起了名了？本身呢，我们的生物就是那武装物啊，我说是无文文物，还就说是无文这个文物，还到就是。武文文武啊，出来了，所以就起了一个文斌。所以就说是意思是，我的这个部队好像是绝对贡献不大，所以我在起了起个这名，就是文武双全，能够在长大时候，希望他能够报效祖国。当时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张雷，我们都知道您是非常年轻的摄影记者，今天您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录这期节目吗？是不是看到我在前线拍的照片？拍的这个抗战的就在的确，我们长城上悬挂的以及我们八一军旗上悬挂的很多照片都是你拍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您这次去抗震救灾一线拍回来的照片有68个G，4万多张照片。没错，我相信每一幅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这张照片是5月15日的上午，我在那个汶川的映秀镇见到了我们的铁军师的师长。这个当时我跟师长拥抱在一起，我的泪水都流下来了，我感觉已经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因为我和这个铁军的关系啊，要追溯到1998年。1998年呢，铁军在长江抗洪，我是跟随他们部队拍摄他们在抗洪的事迹。1999年呢，铁军部队呢又作为受阅部队，我当时是采访的记者，又跟他们打了3个月的交道，所以我对铁军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张雷，先坐下，我们慢慢说。好的。这刚才听您说的，把这个目光一直聚焦在铁军，一直聚焦在这个英雄的师长身上。他早就是我的眼中钉了。眼中钉，不愧是眼中钉肉中刺吧？不是，我这个钉呢是木字旁的钉，不是金字旁的钉。等于是目光聚焦的意思。没错。因为呢，这个师长呢是铁军师的师长，我这个镜头呢要聚焦在英雄的部队。所以说师长自然成为我镜头的人物。摄影记者一个职业习惯，喜欢抓住有特点的人物，因为我长得丑他就抓住我了。没有在映秀镇啊，当时我没看到师长，我就看到铁军的臂章，所以说我见到铁军这个臂章格外亲，心里也是格外踏实。记录了10年的铁军，那铁军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2007年6月份在铁军部队住了15天，铁军有的口号让我铭记在心，比如说枪听我的，我听党的，这是铁军叫响的一个口号，也是他们一种信念的一种体现。这个可以这么说，在铁军部队只要党指挥到哪儿，他们就能打到哪儿去。铁军作为第一支听党指挥的红色队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5次反围剿，长征中担当了开路先锋，血战湘江，抢占娄山关，智取金地，4度赤水，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抗战烽火里，大战平型关令日寇胆寒，解放战争中，战辽沈，打平津，进军两广，解放海南，铁军以他3000余次浴血奋战，大写了一部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历史。师长，我们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时候，看到我们铁军的旗帜啊，就是铁军来了，还有八一军旗是走到哪儿，这个大旗打到哪儿。那我们这个铁军是不是对这个军旗有着特殊的情感？对，我们部队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因为我们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因为有南昌起义才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产生了这面军旗，所以我们对着军旗有一种由衷的那种敬仰。我们前方记者在抗日救灾一线的时候也采访了关于这个军旗的话题。王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解读一下，他们能高高的举起铁军来了这么一个大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文化吧，就是一种军旅文化的体现。通过这面大旗呢，就透视出了他们的这种英雄部队，他们身上的这种自豪自信，同时呢，也提醒了他们时刻牢记这支英雄部队身上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种抗震救灾中呢，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呀，是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乘务员秦征。那秦征在运送我们铁军前往抗震救灾一线的这个航班当中，也和他们有了接触。那这些官兵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们这套组呢，当时本来是要飞香港的，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临时接到公司的电话，告诉我们将执行这样的一个运送官兵的这样的一个航班任务。但是我们当时都不清楚我们到底运送的是哪一支部队。那上了飞机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这支部队非常整齐，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而且是非常意气风发，可以说是虎虎有生气的这样一支部队，当时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以前飞的架次当中有这样的旅客吗？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是。所以当时我就留意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臂章，我看到上面写着两个字，铁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就是鼎鼎大名的铁军部队，也是第一支前往我们成都救灾抗震救灾的这样一支军队。那当时心里面对他们是充满敬意的。让我觉得非常有触动的几个场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乘务员在起飞前进行安全示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都看得非常的认真。然后在我们结束整套安全示范动作的时候，他们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是我们以前航班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就是旅客从来没有说是在你们做完安全演示以后鼓过掌的。对，没有。而且他们这种充满热情的掌声和他们脸上的这种真诚的笑容，一下子让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温暖。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太可爱了，他们这么有礼貌，这么有礼节，而且因为我们的战士看到他们的空姐很热情，特别是很漂亮。对，很漂亮。他们也觉得你们很可爱。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嘛，特别是我们的战士。的确是这样。你看包括我们这个什么的也一样，是吧？见了这么美丽的空姐来了，也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对吧？谢谢。其实我们秦征背后的这张照片也见证了这一点啊。是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就是当我在递给一位小战士一杯饮料的时候，我发现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脸颊红红的，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后来他就说，我想和你合张影，不知道可以吗？那这时候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欣然同意了。其实以前也有旅客就是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在工作期间原则上其实是不太方便和这个旅客合影的，但是那天我们就一口答应了。破例了。对，可以说是破例了。其实你们心中也想和战士合张影。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亲自的上前线去帮助灾区的人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意传达给他们，那现在我们的铁军肩负着这样重的责任到一线去，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点小小的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能够让他们把我们的这份爱和关心带给我们灾区的人民。那杨市长，你们那乘坐的飞机上面也有这样的跟乘务员的互动吗？不可能吧，因为我坐在那儿。市长坐在那儿。因为有一位威严的市长坐在这个飞机里啊，我们的战士就没敢跟这个乘务员合影。因为我坐在那儿，可能是不会有这种行为，但是呢，他们如果说要和乘务员合影的话，我也不会反对，毕竟是要上战场了，是吧？好。向祖国报告。截止到目前，
军队累计解救和转移147万1934人，搭建临时安置点442个，搭建临时学校112所，搬建帐篷32万7千顶，运送救灾物资108万4800余吨，空运空投物资7424.4吨，开设7个野战医院，14个野战医疗所。在这个向祖国报告的这台晚会上，当时朱军在采访师长和您的时候，就是您说的那段话，你还记得吗？反正是大体来讲，那个意思就那个知道吧。给大家介绍，这位就是烈士武文兵的父亲武忠林。吴老伯在得知自己的儿子牺牲的消息以后，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部队。他随后又找到了部队的首长，强烈要求让他留下来抗震救灾。我特别想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儿子牺牲的前一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扩边防，让老乡们早一点有个家。我到四川以后，看到老乡们遭那么大的苦，我才理解我儿子为啥豁出命去干。儿子倒下了，几万人流着眼泪给我儿子送花圈，我非常感动。我是当了5年兵的人，知道军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战场最后牺牲，所以他死得值。现在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铁军战士一道，把儿子没有干完的活继续干下去。谢谢你。吴老伯说了，铁军一天不撤，他就在灾区坚守一天。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身上穿的这套迷彩服就是他儿子生前穿过的。再次的谢谢您。就我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才有文斌这样的儿子。从家庭来讲对他有点一定的影响。你像我们一家也算个军品那个之家吧。对，在晚会的现场我们得知您也是一名老兵啊。对对对，不但我是老兵，就是我们这个数百弟兄七个，就得7个当兵的，而且我们老一辈的是4个。您是家里有7个当兵的，所以他本身来讲就受这方面影响。其实像吴老伯这样的家庭，这种军人世家呀，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呢，我们现场也请来了一位几代人里有好几个当兵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代表。他呢也是一位老艺术家，是一位老战士，老的文艺工作者。现在有请他上场。欢迎您，田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我们的部队的战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定感觉这个面孔是非常熟悉的啊！他是我们81电影制片厂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好，欢迎您的到来，请坐。先认识一下我们场上的几位嘉宾吧。这位，我想您呢，在这个晚会的现场可能见到过他，他就是英雄武文斌的父亲武忠林。作为一个老八路。作为一个老文艺战士，能够这样个见到我们武文斌烈士的父亲武忠林老同志，我特别激动，向你学习，向你问候。这是咱们铁军师的师长。铁军那是赫赫有名的，不光是打仗有名，而且生活当中哪有困难就有铁军在。你们不光是铁军的，通过这次大灾你们又占了一次火，你们应该是钢军了。天华老师在向祖国报告这台晚会上
您还有几位老艺术家在现场的那个配乐诗朗诵《相信》，对，您还记得吗？现在我看一下大屏幕，回顾一下。我们曾想告诉你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曾想告诉你们，家和国的分量。终于，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看到了你们伸出的手臂里，民族的热血在流淌。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你们的泪眼包含着中国的悲壮，看到了你们都市的脚步在废墟上穿梭，看到了你们粉红手指在为老人擦洗创伤。这一刻，我们要代表所有的父母夸一声你们。90后的孩子们，好样的！配乐诗朗诵的名字叫《相信》，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对80后、90后这一代青年士兵，以及这一代青年人的一些厚望。如今见到了这些英雄们，你有什么感触？我的感触特别深。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啊，由我们这次大震当中涌现出来的这些80后、90后这一代的孩子们，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地方的亲人和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父亲，有了他们，我们的祖国就永远永远有了希望。我也得坦白说，你们80后、90后都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在蜜罐里长大的，对你们呢总是有点儿不太大放心。但是经过这次大的地震以后的检验，我们80后、我们90后这一代呀，正像我们那从诗里面说的，相信你们了。通过这个大地震的检验，通过你们的英雄行为，那边余震，那边滑坡，那边还有山倒，那边还有自个儿被震死的，这个还有家里头的自个儿父母也受了灾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仍然一个心眼的就是救人，救人，一分钟就是生命，一秒钟就是生命。看了这个以后啊，我心里头特别感动。吴老伯说一下，您觉得您当时给儿子起名字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嗯，也就是说是这个吴爸，反正是他已经当过兵了，无论怎么说他现在是这个倒在这个抗震救灾一线，这文爸也算实现了。因为啥？就是从这个原来的是说的都长常见了，就是原来的是那考学校的时候他喜欢当兵，就是叫他考这个，总归来讲就是沈阳平原大学给录取了，他们去上，啊，最后翻到部队了。总归来这个从部队这个军校给上了，这个愿望他也算实现了。刚才多次提到文斌啊，我相信您肯定现在对他的这个思念肯定是倍增的。我看到您的眼睛里已经闪烁着泪花，肯定想儿子了，是吗？是的。刚才也向吴老伯我们都表态了，包括现场的很多观众我们都表态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是不是？我愿意做坚强起来姐姐。不，我愿意当你的大姐姐。老妈妈，愿意当您大姐姐。大姐姐，大姐姐啊。我
我看见你的儿子的照片，我看到他长得那么帅呀，他不光是帅呀，他的灵魂伟大呀，他的思想伟大呀。我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录像带，我从始至终看到你上去，我一直在流眼泪。为英雄流泪，但泪水却模糊不掉英雄部队钢铁般的形象。无数的元帅战将在血与火的年代里造就，上百个英雄集体和英模个人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涌现。如今红军师依然把发扬铁军传统作为兴师之本、育兵之魂，在建史馆育新人上常抓不懈。唱诗歌、唱团歌、唱连歌，已经与铁军激励官兵、珍惜部队荣誉相融合。热爱英雄、崇尚英雄、争做英雄，已经成为部队士兵的时尚追求。铁军不愧为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铁军出这个英雄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1994年，我们铁军出了一个徐洪刚。这个今年2008年，时隔14年之后啊，用一个武文兵的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铁军一直传承的一种精神。武文兵呢，只是这个千千万万这个士兵士官的一个杰出代表。在我们抗震前线，还有很多陆海空武警、二炮、边防消防的官兵，他们啊也是在前面抗震救灾，在一线，他们也是英雄。这个地方呢，我拍了一个画册。这个画册呢收入了这个我们铁军的训练的镜头，也有这一次在汶川大地震这个采访的镜头，收入了这本画册里边。这本画册呢，我献给英雄的父亲。那个，我看到我们张老师送那个英雄父亲一本画册，那我想起来，其实我今天也有东西要送给我们的吴老伯。是什么？我这里有一个东航的抗震救灾的纪念章，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始终在这段时间都是带着他陪伴我们度过这一段难忘的这一段岁月。那我现在想把这颗小小的徽章送给我们的英雄的父亲吴老伯，向您的儿子学习，希望这个徽章能够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不仅仅这些年轻的士兵们愿意做您的儿女，我们也愿意做您的儿女，希望你能够接受它。我给你戴上好吗？所有的东航人都愿意做您的儿女，希望您能够坚强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吴老伯，这张机票是我们东航特地为所有的抗震救灾官兵制作的，那么在去前线的时候是我们东航送他们去的，那么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从前线带回到亲人的身边，把他们送回家。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曹金雄总经理也是特意嘱托我把这张爱心机票送给您，希望您能够接受它。今天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士官，那现在您作为兵的父亲，面对这些兵儿女们，你想对他们嘱托些什么？咱们这年轻战士，我只是一点希望，就是咱们现在在这个站在咱们这个保卫国家这个位置上来讲，那就说是在无论哪个地方，从那个哪个角落上，就是从自我做起，小事也能制造成大任务，也能走出这个优秀的这个解放军战士。这个如果说是根据工作需要，咱们回家了，也像俺们文斌在生前一样，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尊重父母。看到你们，我得好像看见了他。从国家来讲，对我们也是各方面照顾的不错，所以希望你们这个
在各个战场要发挥你们的光和热，做一个响当当的社会职业兵。刚才吴老伯的话语非常的朴实啊，希望在现役的工作岗位上做一名好的士兵，优秀的士兵。如果以后不在役了，回家以后还做父母听话的孩子，这就是一位老兵，一位老父亲对你们的期望。那现在我想在座的各位士官、各位兵儿子、兵姑娘们，你们想对老人说些什么？来，你来。请田奶奶、吴大伯还有各位领导放心，作为80后、90后新一代的年轻军人，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和重托，在今后的岗位上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继续沿着武文斌烈士的遗迹前进，前进，再前进。尊敬的吴伯伯，我想对你说，虽然文斌也是我们的兄弟，他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会永存，我们会继续发扬他的这种精神，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学习当中，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尽自己的能力为人民服务，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礼。杨师长，我想对您说，你们铁军能做到了，我们一样也能做到，我相信我们做的一定比你们更好，你们是我们的目标。英雄走了，英雄的部队还在，英雄部队的精神长存。铁军用忠诚书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铁军用行动诠释着子弟兵新的历史使命。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只为人民。好，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光临我们的现场，也感谢现场的战友们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